學聯網星期六在理工大學舉行的抗國教學界公民參與日，形式包括有講座和工作坊，目標是要求政府全面撤回國民教育科。罷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去進行的，那我們今次其中一個就是由我們大專生和或者一些大學的教授去籌備一些工作坊啊，或者講座論壇去給回中小學生啦。那我想這個是其中一個形式去罷課來的。如果學生或者學校覺得可以參與罷課，而他們覺得因為可能種種考慮學生需要留在學校裡面進行罷課的話，那我想我們就會找到一些大專生啊，去到學校裡面舉辦一些工作坊給他們，這個是我們今次舉辦工作坊的原因。學聯說有最少30個中學教師回覆說會帶學生到場，預計有最少300人參加這個活動。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容生報導。